好，大家好，我是一家人国际美学的 Tira 老师，我从事美业纹绣十年了。今天非常开心，理事长然后呢邀请我参加这一次的奥林匹克竞赛的活动，然后我在这个大赛的职务是评判长，然后我希望本次大赛公平公正公开，然后给予我们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给予大家一个优质的场地以及公平的赛事。那同时呢，我也希望明天的赛事能够圆满顺利的完成，谢谢。